我就说应该偷偷先砍一刀，快了，真的快了。那比较不行啊，等半天。不要老笑，你那个东西会跑掉，总会走火入会那啥。哇，拨开了。还有没有？不是我摸苹果。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要从中间裂开。没有，太慢。我太好笑。要开了。哎哎，立开，就是这一秒，看清楚。是不是？就剪这一秒钟。